腿变瘦了。现在给你录好吗？我今天去尿尿。这样调整。的地方是来卖我的手机的。我说有没有人要来买手机？此时，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看完电影要回家。Baby baby，刚刚那个速七八好好看哦。对啊 ，baby， 可是速七八再怎么好看，还没有你好看啊。没有人来买手机。哦，是谁？哦，我睡了两个，交往多久了？刚交往8年又7个月。那小姐，你会不会觉得她那只鸡有点旧、很腻，想要换一只新的？Baby， 我也想换一台新的手机。这有什么问题呢 ，Baby？ 为了你，我连上礼拜天泰妍的票都帮你抢到了。很爱我哎！哦，各位没事的，其实我就是喜欢他这么温柔的对我了。买完手机的第一个月号，这天气真的很热呢，你们有没有人要来买我的手机？碰巧遇到要去找奶奶的小红帽，我要去找奶奶喽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上次去奶奶家，她给我好多饼干哦，我吃到好饱，肚子都有气。然后她一直塞给我，哎，你知道有一种饿叫做奶奶觉得你饿，我要去奶奶家喽。嘿，姐妹，找我吗？对，就是你 ，Come here。什么事？我说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奶奶家。哦，那你去奶奶家有没有带礼物呢？没有。哦，我说姐妹，去奶奶家怎么能没有带礼物？啊，就没有啊。来，姐姐这边刚好有一台新的手机。可是奶奶的眼睛不好。OK OK fine fine， 你没有发现姐姐这只鸡比较大？我要了。手机后，小红帽继续带着新买来的手机去找奶奶。哎，这台手机萤幕好大，好棒！你看，你看，超大的。哎，怎么没有网络？网络？哎，谁有网络？哎，你有没有网络啦？借我网络，好友。大野狼出现了。那里有个妹妹，长得好可爱呀。妹妹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才不要理那个死变态！网路，网路。妹妹，你在干什么？找网路啦！网路，我有耶。你有网路？想要吗？要啊。那你就先跟我就借你喽。不是，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跟我来，我就让你知道喽。好啊。没有钱啊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游客，我瘦皮包骨了，脚快断了，根本走不动，
来可怜可怜我，拜托给我一点钱啊！哦，算了，好累了，先睡一觉好了。这时，小女孩正要前往仙多拉的舞会。哦，灰姑娘那边晚上有一个舞会，可是我的 Google 地图说要走上路会比较快啊。不管，人家就是要走中路。哎，那边有个乞丐耶。哦，他的碗里好多钱呢。是谁？是谁？把我的碗还我！我的碗。舞会现场，小女孩开始和仙多瑞拉推销手机。哦，我说姐妹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谁？不用担心，别紧张。你要干嘛？是什么？哦，我说姐妹，你没有听说过有一种东西叫做手机吗？来拿去。好啊。哎，他帮下载好传说嘞。此时，白马王子来到了舞池，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对她一见钟情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终于买通死肥猪了。那么黑，恭喜白雪公主啊！哎，前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哎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很烦啊，还没有趴着玩游戏吗？在被拒绝之后，王子开始了他的小剧场。你们说，为什么我每次都被女生追打？几钟过后，乞丐走了进来。哦，那个小女孩怎么跑那么快？哎，那边有个漂亮的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好烦啊！姐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随便啦，不要吵我啦！耶、yeah, ，漂亮姐姐 ，get！ 耶、yeah ！仙多瑞拉突然发现十二点钟到了，什么？十二点了？于是他又变回了灰姑娘。哎，哈尼，你在干嘛？什么？你叫谁喊你啊？你啊？为什么？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了吗？哪有啊？你刚才在滑手机，然后就答应了啊？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我不要啊！哈尼，等等我。在这三个人经历了手机带来的悲剧过后，都非常懊悔。都是因为手机啦，我才会失去我的王子。现在我每天只能跟那个只会打传说的臭肥宅在一起，我会当奶奶了。我哪一个年纪叫阿妈？于是天神出场了。真的是害人不浅啊！你们看灰姑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不是早就说了叫你不要玩手机吗？还有你小红帽，我说了又说，不要玩手机，不要玩手机，不要玩手机。还有你白雪公主，你以为你没事吗？玩，再玩啊！现在手机已经使你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，手机也会让你的成绩退步。有太多的坏处，我们何不尝试一天把手机放下，体验更好的校园生活？谢谢大家。感谢我们大传社哦，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。来，大家再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
好，谢谢他们啊。好，那这边就先离场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主任这边还是要跟同学们交代哈，最近实在发生。